好，咱们把这个炸酱面呢，由一个传统的改了一下，改两版。今天做牛肉炸酱面。哎呦，牛肉炸酱面！你看这个老北京炸酱面，它呢里面主要是猪肉，是。然后咱们今天把它换成更健康的牛肉。牛肉，很期待啊！好，对，先调面，依然是先调面。对，你看，我们用普通的这个高筋粉。邢老师是我们的面点大师，所以说咱来吃邢老师做的这个面条的时候，这面都是咱自己动手做的，对，不需要买，稍微放一点点的盐，增加筋性，对，这样的话呢，咱的这个面条会更加的筋道，而且呢不容易断，是啊。好，今天呢这个用到了菠菜汁去炒面。菠菜汁啊？对啊。哎，这怎么来做的这汁儿？菠菜汁呢，主要是这个菠菜叶和梗呢，把它掰碎之后，放在这个榨汁机里面，家里面都有榨汁机哈、然后呢把它榨成，就是兑上水之后榨成这样的汁、基本上是一个2:1的比例、就是这个菠菜是二，水是一。好，菠菜二、水是一，2:1的比例、其实你看那个菠菜非常蓬松，但实际呢它这个用手一攥就没有，就没有了、看着多，实际不多，配上这种颜色孩子也会更喜欢。对，也就是说一会儿我们用它来调是吧？对，就用它调面。这调出来面岂不是很漂亮？是的，是个绿色绿色的面条。然后为了增加这个面条筋道的口感呢、还会加入一点点的蛋清。加点蛋清，加点蛋清。你看、这个是我们邢老师的秘密武器，我们以前从来都不会加蛋清的。宝贝儿，好不好看这个汁儿？这个面条漂亮吗？漂亮。像在幼儿园画那水彩画似的，是吧？对，你看，打成雪花状，打成雪花状。哎，咱们这个面呢，一定不要把它揉得太软啊，揉得太软就和得太软啊，不能太软，稍微硬一点。行了，这个面呢，这个筋道的关键在于，你看刚才我还放上了盐，放上了盐，哎，然后又放了蛋清，都是这个增加它筋道的一个小秘密啊。这得分次加，不能全加完。分次加，一样，一样的啊。分次加，把它打成雪花状，然后呢，再根据它的软硬度，分别再加入第二次、第三次。第二次、第三次，好，就避免对避免这个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的这种情况啊。结果这面是越做越多，本来是俩人吃的，结果这样全家福都可以来吃。是，好，会经常出现这种情况。哎，我们除了用菠菜汁以外，是不是还可以用其他蔬菜的汁儿？对，你可以用胡萝卜汁啊。哎，这还是个功夫活，得揉挺长时间的。对，一定要把它揉光滑才行。秦老师，我这个菠菜汁可以提前打出来放在冰箱里吗？对，可以。比如说早晨呢，你想这个给它改善一下的话，咱晚上就可以把它打出来放在冷藏里面。明白。那除了咱菠菜汁儿，还有胡萝卜汁儿，就西红柿汁儿也可以吗？对，西红柿汁儿也可以，但是呢我建议是尽量就是时间越短越好。是，不要时间太长，最好是这个新鲜啊。对，现打现用。因为蔬菜里边吧，它有很多的这个水溶性的维生素啊，像这个维 C 之类的，很容易这个被破坏。是，最好我们都用新鲜的。对，你看，想要吃到好的面条，要多付出一点。对啊，这得好一个揉。看，表面光滑了，有点像青团的感觉哈。对啊，好，这依然要醒发一下。对，把它放到一边，扣上去，扣着，15分钟，不要让它熏了。对，15分钟。好，这个时候呢，咱们开始炒炸酱。炸酱关键来了。对。就是秦老师，这个炒酱怎么样才能不糊锅呢？我经常会糊锅，经常不断的去这个翻动它哈，尤其是放上放上面酱之后，更容易糊锅。炸酱面里边的配料呢，越多越好。哎呦，越多越好。今天用到的牛肉，那牛肉的这个比较好的搭配呢，就是圆葱。圆葱。同样呢，还有胡萝卜啊，以及这个改善口感呢，这个是。豆腐干是吧？豆腐干，哎呦，对，很有咬劲儿的。对，还有呢，就是这个解除油腻口感的黄瓜。黄瓜丁，您看，秦老师今天多细心，这依然是热锅凉油是吧？是的，是的。大概到多少油？好，到这些就够了，就是20克左右。二十克倒不多哈。小朋友呢不太喜欢吃这个葱姜，是。所以今天呢，咱们放这个圆葱，一举两得的作用。一举两得，既营养，而且还有这个对葱的这种香味儿。对，好，先放圆葱。咱们先放圆葱。好的。起到一个爆锅的作用哈。然后咱们把火调的稍微小一点啊，都用小火的。哎。然后呢，再把肉放到里面去。对，它不太容易成熟，而且还能跟圆葱充分的来混合这种味道哈。对。
邢老师，咱们今天是用的牛肉，那用鸡肉、猪肉也可以做吗？完全都可以，啊、都可以、嗯。但牛肉会更健康一些。是的，嗯。你看运动员呢，他都喜欢这个吃牛肉。对，嗯嗯，而且我们减肥的时候，这个教练会告诉我们，吃牛肉就好了，不能吃其他的肉。是是是，嗯、它里边没大有脂肪，对，而且含有这个丰富的氨基酸、嗯。这个牛肉是在我们市场上就可以买到的这种牛肉丁。是的，是的，啊、嗯哎，你看，你可以买现成牛肉丁，丁，也可以买回来大块自己去切。切，嗯，嗯这都可以哈。好，你看牛肉变色了。是。变色之后呢，咱们就把胡萝卜放进去。胡萝卜，对，胡萝卜得过过油。对，因为胡萝卜当中的这个维生素 A 呢，它是一种油溶性的，对，单纯吃它呢是吸收不了。是的，嗯，必须得过油。对，而且还觉得这小朋友看起来非常的漂亮。对，颜色特别的诱人。是的，这都是有步骤的哈，是的，不能全一锅给它端了。对，不行。时候呢？咱们再把豆干放进去，豆干再放进去，对，嗯，这都是有步骤的哈。是的，好，大体一炒呢，主要是为了让肉成熟啊啊，然后呢，咱们就往里面放面酱，现在就来放面酱了。对，嗯，实际呢，这个炸酱面呢，它就是放面酱的，但是呢，现在出的这些豆瓣酱，味道也是很好的，豆瓣我们可以尝试，哎，换一下这个豆瓣酱。那这时候呢，咱们就把这个酱放到里面去。这个酱的比例大概是多少？酱呢？你看今天，比如说咱们炒了一斤的馅呢，嗯，咱们放的酱呢，大约是在100克左右。100克左右，对。炸酱面它是突出这个酱的，酱，嗯，酱香要非常的浓厚。对，你看我刚才没有先放酱油，也没有先放盐，是。咱们是以酱为主，以酱为主，对，用酱去调色调味儿。嗯，妈妈在家一般用什么火来炒？小火炒，小火炒哈、啊，小火炒可能是会更香一些，是吧，金老师？是的，很多这个妈妈们为了图快，我们大火三下五除二，炸酱面里面的肉呢，一定把它靠干了，靠干了才好吃，干香，对，那感觉。这时候呢，咱们略微放上一点点的糖，嗯、哦，增增鲜，对，好。然后呢，再来一点点的盐，但是不要放多了。对，刚才我们本身这个就是咸的，咸的、嗯、一点盐就够了。对对，好，最后再放这个把黄瓜放进去，关火就可以，关火就行了。哇，现在已经都很香了，香关火，哇，现在就已经很香了哈、啊，香啊！整个演播室都弥漫着我们这个酱香的味道。对，好，我们把它盛出来，盛出来得用。香不香、啊？嗯，一会儿我们再来吃啊。来，秦老师，下面我们来做什么？接下来呢，咱就开始擀面了。嗯、擀面了。嗯，你看啊，今天我们邢老师给我专门选的是这个现榨的这个菠菜汁儿、嗯、啊。邢老师说了，用这个胡萝卜汁儿啊等等一些蔬菜的汁儿都可以哈、啊。嗯。如果妈妈们这个想更加吸引宝贝的话，也很简单，可以榨一碗。胡萝卜汁儿榨一碗，这个菠菜汁儿给它混在一起，彩色的面，对，面也是彩色的，料也是彩色的，这五颜六色像彩虹一样，小朋友能不喜欢吃吗？对对对。咱们在擀制面的时候呢，一定用的干面多一点，这样的话呢，它就不粘。嗯，要不然得粘。啊、是，对，擀面特别容易粘。嗯，妈妈们就经常是，我只为了给它擀开，我甭管我面干还是湿啊。但是往往是越擀越湿，越擀越粘，最后粘到一起，索性就废了这碗面。对，擀出来有时候也是不是特别筋道。对，你看面的时候呢，你看从中间往两边推，你看这么往前推着，还往外这么滑着啊。哎，是。这个面皮是越擀越大。棒棒糖，你看我把这个面皮呢，把它切成两半儿。哎。为什么呢？因为咱的这个板子大小是有限的，我相信家里面也没有很大的面板。对，所以呢，你把它切成两半之后，也要用擀面杖把它再擀一擀，擀薄了它、嗯，哎，擀成2毫米厚。好，哎，特别薄，真的是特别薄。嗯，这时候呢，你看两边我都撒满了面，是为了防止呢它在这个去切的时候粘到一起哈、嗯。你看多薄，像我那个煎饼似的，特别薄。阿姨切的薄吧？对，好，这时候呢就顶头把它切开，切，嗯嗯，根据自己这口感什么粗啊细啊，对，自己调整就好了。对，好，你看邢老师给我们这个方法就是很筋道，这面啊，对，特别筋道，因为咱们在切之前呢捏起来就特别有劲儿。
撒了不少的干粉，是，所以呢你一定要抖一下它哈，把它抖开，抖开。好，这时候呢咱们就要用一个锅面宽一点的，水面宽，水面还要水还要深一些的，深一点的，去把它煮至成熟，煮至成熟就行了。好，我们来下锅。邢老师，这个水要给它烧的开起来，沸起来，沸起来才可以哈。好，这煮面也是很有讲究的。是的，如果呢你这个水不沸腾的话，咱们这个鲜面条呢吸水性非常强，所以一下锅呢它就粘到锅底上。是是是，而且这个水呢尽量是深，越深越好。是，多添一些水。对，水都沸腾了，水沸腾了，然后咱们再把它打散了。进锅之前就要再打散一次。对，好，我准备一根筷子。来，来点，来双筷子。给。哇，好漂亮啊！这个口感我们先不知道，光从色泽上就足以够能够吸引我们了，是非常诱人，太诱人了，天哪，翠绿色，是，特别是在夏天看到这种清爽的颜色更想吃它了。是，咱们这个面呢擀得非常的薄，所以非常容易熟，一般三分钟呢就差不多了。三分钟，在煮制的时候呢，那么它沸腾起来，你看咱们今天用这种锅，对，容易往上这个泛白沫，所以说我们来备点这个，点点凉水。夏天吃这种绿色的凉面感觉特别清爽，特别清爽。对，这个面呢没煮熟的时候，它是颜色很深的，很深，煮熟了以后就有点透亮，透亮的感觉了。好，来出锅喽。真漂亮，这个面真的漂亮吗？漂亮，漂亮吧，漂亮的面条，现在就想吃，是不是？是吗？好，咱们把它挑一挑，挑一挑。然后夏天的时候哈，如果天热不喜欢吃热面，你可以用点矿泉水过一下凉，过一下凉，对吧？凉面啊，成凉面了。对，这时候呢，咱们就把炸酱拌一下，然后拌进去就可以了，舀在上面。哟，这个酱也很香啊，特别香，酱香非常浓，太有食欲了，这样看起来啊，这边都能闻到。对，不光香，而且这个视觉冲击也很厉害。还有，他马上扑上去吃一口，最后再撒上一点点的香葱末。你看看，哎呦，太美了！怎么样，朋友们？我们这道牛肉改良版的炸酱面，您学会了吗？制作秘制牛肉炸酱面的主要食材有：面粉、菠菜汁、牛肉、甜面酱。第一步，在面粉中加入盐、菠菜汁和蛋清，揉制成团。醒发15分钟后，擀成面饼，切成面条，热水入锅，煮至成熟。第二步，热锅凉油，依次加入洋葱丁、牛肉丁、胡萝卜丁和豆干丁，小火炒制。而后加入甜面酱、盐、糖调味儿，最后加入黄瓜丁，稍作炒制，出锅即可。这样，这道秘制的牛肉炸酱面就做好了。快去试试吧，来，我们大伙尝尝。好，尝一尝。面条特别筋道，而且邢老师今天调这个酱特别好吃。对，它这个牛肉非常鲜，不放味精都可以。是的，特别感谢邢老师给我们来做的这道非常棒的这个家常版的哈这个牛肉面，特别特别的好。谢谢邢老师。哎呦，跟您学原料是西兰花、五花肉馅、面条。这个肉吧，一般的出不来，很好的维持。
去调一种肉馅儿。更重要的提供了丰富的铁，嗯，因为这是其他食物当中根本就没有的媲美的，像铁啦、锌啦、硒啦，就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在一个劲舞当中，我们活动量少，但是我们需要铁和锌的。它基本上一煮熟了以后，它飘起来了，飘起来。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地域是都有自己的吃法，没错，而且都烩面，然后包括而且各有所长，对对对，老北京的炸酱面，河南的烩面是吧，对，天津人他们喜欢吃那种酱，翡翠面在呼唤的就是今天的面条，它的主角。那么大家看到这个面条提前的时候，
先把它放到一边。好，然后下面面也很快就下好。这个时间就开始煮面条，那你现在看一会儿的时候，你面煮好了，把这个芡汁直接淋上去就可以了。咱这个真有点像做意大利面条，因为意大利面条就是面。半吃也行，你喜欢半吃也行。这叫做面卤合一。好了，来吧，好一份珍珠。